弱化流黄忠有多强？一个射手能把对面五个人全部打怕的脏套路。本局游戏全程高能，看完视频保证大家以后只玩弱化黄忠。大家好，我是取名鬼才校外，这是一局1500多分巅峰赛。由于本局游戏精彩镜头太多，这期做个全局解说，我会把所有操作细节还有打法思路全部教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看完。玩弱化黄忠，第一步先看阵容，不是说所有对局都可以用这个套路。就像这局对面有两个刺客元哥阿珂，一个功能型法师张良，一个挡不了我们大招的盾山，还有一个靠大招入场收割的马可波罗，没有一个英雄是可以在远程打出爆发直接秒掉我们的。那这局能让我们害怕的就是对方英雄在我们开大招的时候，元哥阿珂或者眩晕马可波罗直接顶着大招秒掉我们。这种情况下我们带个弱化，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阿珂、元哥包括马可波罗大招入场都会进入我们弱化圈内，我们要知道敌方在弱化圈内攻击我们会被减少 35% 的输出，而且弱化这五秒我们还会自带 20% 免伤率。只要对手的经济没有到碾压我的这种程度，这些英雄入场打一轮爆发，我们基本上不会怎么掉血，而在他们技能用完的那一刻将会承受住我们大招的超高输出。前期他们可能会侥幸撕血利用位移脱身，中后期基本上就是进入我的大招就出不去了。说到这里，大家也应该知道弱化黄忠怕什么样的阵容了。例如不进入你弱化圈内，远程能打出爆发的英雄，银震、干将、纯法强、武则天等等，又或者说控制多的坦克英雄，他也带个弱化，直接进入你的大招，把你的弱化和大招次数骗完，然后对面再激活你。那进入实战跟大家说一下黄忠的伤害怎么样才能打出来。像现在三级没有大招的情况下，输出最大化的方式就是连续五次普通攻击，叠满五层被动，获得高额攻击力和暴击率加成，然后再用二技能命中目标打出破甲效果。很多朋友玩黄忠前期打不出伤害，就是因为你没有维持这个连续攻击状态，你跟别人对点期间再加个二技能是会越打越疼的。这边阿珂看我没蓝了，直接送我一个 buff， 我笑了。接着一发叠满五层被动的平 A 带走想清线的马可波罗，紧接着盾山想收塔，我们利用河道之灵先打出五层被动，用二技能打出破甲，一技能走位躲开他二技能，一发平 A 秒换大招直接收掉人头。玩黄忠其实很简单，记住一句话，保持攻击状态，维持五层被动，普攻穿插二技能猛就完事了。一些清兵走路无聊的镜头我先删掉了，这边蹲一下马可波罗，进草开大，他是看不到我们大招警示线的，中后期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技巧直接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。这边把马可波罗打残，直接取消架炮，刚才暴露的位置往后拉一下走位以免被抓，然后继续钻草，马可波罗清线两发普攻直接带走，果然这里有人在蹲我，盾山二三技能把我控住，看见阿珂的影子我就知道肯定要凉了，二技能加口盾准备回泉水。复活以后来到线上，盾山举盾，我们给个二技能打出破甲直接开大，张飞想补伤害被马可波罗一梭子带走，很可惜伤害差那么一点，先把塔拆了再说，这个一塔拆完才是我们游戏的开始。转角遇到张良先不慌，他大招结束我们肯定不能往回跑，他一技能会分走位，那我们只能开弱化硬刚，盾山闪现二技能大招我们没秒掉，我笑了，那我直接二技能接普攻换掉盾山，血赚不亏。复活之后直接来中路开大守塔，疯狂吃经济准备带节奏，之后打个红 buff 为团战做准备。这时候下路有兵线不要管了，拖节奏，中路有兵线直接开大，配合队友把外塔先拔掉，限制张良的游走。这边张飞开大二一技能减速到张良，我们开一技能加速完成收割，然后阿珂入场，张飞开弱化，说来也好玩，我们家三个带弱化对面都要哭了。这边准备支援队友一技能加速，给张良一个二技能减速，让他大招大不到我们，然后站在张飞身后开大，让张良大招张飞直接带走张良。再看这一波想大招支援阿珂突然入场，那我们直接开弱化，再给他一个二技能加口盾，配合银震带走阿珂。黄忠开大期间是会增加高额的物理和法术防御的，这时候再配合弱化二技能，没有人能秒掉我们。这边继续追击元哥，他叫大招，对面队友马上要来支援，那我们先把兵线清了就撤退，避免被对面先手。果然又打起来了，这边选择绕到左侧野区支援队友，因为对手都在左侧野区，如果我们不绕到这边，对手很容易躲掉我们大招之后再激活我。收掉马可，先不去追元哥，打蓝 buff 把状态回满再去单吃他。这边猜到他在草丛想秀操作，我们直接二技能接两下普攻收掉人头。
继续退中，给个二技能防止阿珂入场，张飞开大瞬间，我们架炮直接带走张良。这局张飞玩得很好，黄忠搭配张飞盾山鲁班大师都是不错的组合。继续压中路塔，阿珂气得原地跺脚，好像是卡了我笑了，那直接带走。这边盾山开大，我们等大招 CD 原地架炮，等马可波罗大招入场一瞬间开启弱化，他完全打不出伤害。这边打残张良没有炮弹了，有点可惜。阿珂去抓露娜，我们不急打个蓝，在野区等着他来送人头。小地图发现阿珂一技能加速，两下普攻完成收割。最后一波团战，露娜在野区被盾山二三技能堵在墙角，我们直接大招，对手跑出我们大招范围，那我们直接一技能迅速收炮，准备加速追击。阿珂想来切我，我笑了，一个虚弱加二技能让他绝望。之后元哥入场，还好他没秒我，那直接在弱化范围内点就完事了。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哪些英雄克制黄忠？听说点赞的朋友今天打排位赛会十连胜哦。我的铭文是三无双七霍元十一眼四夺萃六狩猎，装备攻速鞋电刀无尽破晓气血之刃纯净苍穹。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